到底的现场来看，为着要来提升石河排水的通水能力，减少大川乡饮水危害，彰化县长魏明国五号早起是来到大川乡美港村主持石河排水基线第三期排水改善甲桥梁改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希望这工程哦，会当改善完成了后，提升排水沟的防洪甲通风能力。路过吉祥，上在现水，替石河排水基线第三期排水改善甲桥梁改建工程开工动土典礼带来好结条。彰化县长魏明国、大川乡长游胜，也阁有相关地方民意代表拢到场，见证历史时刻。好，第三船圆满吉祥。石河排水是彰化县的重要区域排水，整治了后会彻底改善大川乡居民饮水的困扰。是咱彰化县上重要的这个区域排水，啊，每一届落大雨的时阵吼，拢会造成这个石河排水啊泛滥成灾，啊，拢有淹水之苦。啊，所以彰化县政府啊，这两年来已经整治第一期、第二期，今仔日是第三期吼，啊，第三期就是为大川的中正东路。啊，甲啊，这个四福桥吼，就是大川甲湾里面隔界这个所在，啊，这是第三期，啊，所以县政府已经捐出水利署啊4亿7千万，要来做啊这个石河排水吼，而且改善工程，啊，阮希望讲石河排水啊第四期，啊，佫做甲这个湾里啊北高山的这个湾水路。安尼，这条石河排水就会当完全来整治完毕。县长魏明国嘛感谢大川乡公所积极配合，补助600万的经费进行桥梁设置。这个三期的动工吼，啊，将来动工好了吼，对咱大川乡吼，按这个排水的系统吼，啊，会当搁再较好。因为这段吼，嘛拢捌预提过吼，捌预提过洪台期吼，也捌预提过几落届，啊，会当讲吼。来做这个改善吼，相信对地形是相当的好，啊嘛会当讲吼改善这个淹水的问题啦。开工动土了后，伫咧石河排水整治的过程当中，卖来拓宽两岸道路6米或者是8米，并且加深排水长面，将来为八卦山原水路通行到彰化市，就会当取代山卡路或者是中山路，建构排洪甲交通。大中华新闻林本英大川采访报道。